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儿，很高兴和大家在新的一期的节目中见面了。本期节目呀，我要讲一讲在国外职场，中国人啊，在国外职场初入国外职场菜鸟，怎么样去避免踩到一些不应该踩到的地雷，或者是避免去触犯一些禁忌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很多之前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学呢，或者是对国外文化和文化差异并不敏感的同学呢，可能会忽视很多细节。那么如果忽视这些细节的话，就很难避免的去触犯冒犯一些别人，这样的话呢，会对他的职业生涯在开端呢就打下一个不好的一个伏笔。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那么节目在讲这些话题之前呢，我首先呢，因为我刚刚第一句话就是说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我刚刚从前几天上海发生的那个针对两个无辜小孩的袭击中，这样的哀伤中给缓过来。我觉得在任何一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人，不管你的背景如何，不管你有多大的痛苦，你自身的痛苦，不管你有多大的深仇大恨，你要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要去针对儿童，不要去针对未成年人，不要去针对老弱病残，痛下杀手，或者是下毒手。这个底线，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如果丧失了这个底线，我很难把它和人来挂钩，因为在非洲大草原上的食肉动物，它是没有这个底线的，它可能是会去猎杀一些小的动物，但是我们人生而为人，我们有文明和动物和野兽不一样，那就在于我们有底线嘛。所以我这里还是感叹一下，也希望呢，这两个小朋友们在还没有真正体验真正的人生之前就去世的两个小朋友们，在天堂里呢好好生活。好，我先转回我要讲的话题。那么因为这个节目，因为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的风格不太一样，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无法面对大家笑出来，也没有办法做一些非常活泼的一些表述，就是因为我心情呢始终还是挂念着这桩事情，所以请大家谅解。那么我们如果谈到在国外职场中我前面做过两期节目第一期是在大概一个月前做的是关于国外职场的初入国外职场的礼仪和一些礼貌。那么第二期呢是前几周做的是怎么样跟在初入职场之后，你怎么样建立基本的人脉关系，怎么样跟别人打交道。当然这两个节目我觉得反响还是很好的，很多网友呢都给我留言说景儿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在国外职场上的一些人与人接触相处之道。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有这种这方面的知识，那么觉得很受用，我非常感激这些网友，特别感谢他们在我的视频下面呢给我点赞。那么今天我想讲的是延续前两期的节目呢，是关于你怎么样避免去踩雷。那刚才提到了在职场中，大家可以想到在国外，首先文化和背景是不一样的，特别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你一个办公室里很有可能就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背景的员工和同事，
来自美国本土的非洲裔的美国人，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然后是世界各地的。首先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你不能在言语中啊流露出一种偏见。那当然这个是很难定义的，如果大家要用主观的想法说，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说是一种偏见。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要出去吃这某一样菜，某一个颜色的食物，那大家会问，可能就会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另一种食物，另一种颜色的食物呢？这是不是一种偏见呢？但是我们这里讲的那种偏见呢，是一种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文化，或者是呢完全误判了其他的文化，就这两种可能。而在言语上或者在行为上呢，不经意间冒犯你对方，这是我想的第一个雷啊。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如果你并不了解对方的文化，你就说，比如打个比方，你比如说这个地区的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他吃的东西在你看来，在你的文化中看来是并不好吃的。举个例子，你说你今天吃的东西在我们那是猪吃的，当然这东西一种植物，比如说稻谷好了，它在某一个它在不同的地方长的样子当然是不同的了。那对于有些文化区来说可能就是 猪吃的，那对于有些文化区的人就是人类的主食啊。那如果你在跟他同时在吃饭的时候，你随便说口说一句话，你说这是猪食，这个是给猪吃的，你怎么吃呢？那么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人心里会对你有什么想法，他会深深的受到冒犯。再比如呢，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不经意间呢，有的时候 不敏感的人就会说到哦，你来自那儿啊，那儿的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大家有没有想到，其实你在说那儿的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对于对方文化的一个不了解。因为对方文化并不可能都是这样，从数学上讲都什么怎么 就是逻辑不通的，对不对？还有比如呢，在文化上举个例子，有一个同学他刚进公司，他比如说就没有跟其他 地方的人接触过，那么他对于自己的文化呢可能比较有信心啊，因为他从小就在自己文化圈中长大，那么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就会每一句话呢都带掉他自己的标签，就是说我这里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那儿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那儿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么对于很多其他的文化圈的那个同事来讲呢，可能会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东西讲每一句话呢都要提到你们那儿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这并不要紧，对不对？所以你总是屡次三番的说我们那是怎么样怎么怎么，就会显得呢你过于的文化上过于自信了。当然还有这些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可能节目中是举不完的，我也没有打草稿。所以总之大家，我想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在文化上有两要注意两个不同文化的相处中啊，要注意两个：第一，不要过于的自信于自己的文化；第二，不要误判其他的文化，或者是对其他文化毫不知情。这是第一。第二个雷呢，我想的讲的就是呢政治。因为在国外啊，民主社会大家知道投票谈论这个你选支持哪一个当地议员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这种正常据我个人经验仅仅是在你跟很熟很熟很熟的人在一起，就是说这个人是你真正知根知底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亲戚，或者是真的互相信任，或者呢你们是早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政治派别的，那么你们就可以谈支持谁，谈一些你的观点。而在刚刚入职场的新人来说，你就贸然的去问老员工或者是同辈
问他们你的政治立场怎么样，你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你支持不支持美国总统的某一条政策，比如说你支不支持他把那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挡在国外，挡在国门以外，你支不支持他在墨西哥边境建墙，就非常非常的容易踩雷，这是不礼貌，而且呢会让对方很难回答，因为对方无法理解你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假设你是一个外族裔的，那么对方心里肯定是 suppose 你是反对，比如说现在美国禁止穆斯林部分穆斯林国家进入的这个政策的，那么他就很尴尬，他要以什么样的立场来跟你说话呢？如果他内心也是反对的，但是他会不会觉得我内心虽然反对的，但是我跟你讨论这个显得有点奇怪。更进一步讲，他如果是内心支持的呢？美国确实是有基本盘呢，特朗普的总统的基本盘呢，他内心是支持的呢，那他要跟你怎么讨论呢？他说哦，我支持这种政策，那你们是不是还得探究为啥支持？你是不是还得探究跟他探究是非呢？讨论个黑白出来呢？所以这种政治的话题呢，大家一定要千万要小心。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呢，我犯过一个错误。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留学，我在当地打一个 Uber， 不是 Uber 吧，应该是出租车，那时候还没 Uber。我就问他啊，是法国一个地方，那我就用法语跟他聊了，我就说，当初是那个时代还是法国萨科齐和一个左派的一个人在竞争。那我说你支持谁呀？当时我是小孩嘛，我就问他。然后他就非常不情愿回答了我一句，我都忘记他支持谁了。但从他的表情，因为他一开始还很热情，又知道我是外国人，跟我用法语聊天。而当我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啊，就明显觉得他不舒服。他不舒服。他一开始他停顿了一会儿，就不想回答我，但是还是勉强回答了我。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政治敏感度。虽然这不是那么的恐怖的说你完全不能谈论，很多大学教授在课堂里，他虽然学校有规定你不能涉政治话题，或者是鼓励学生投什么政党宣传什么信仰，但是呢他们还是会在课堂上讲一些贬低目前政策的事情，或者是评议时局的事情，或者是表达他们对某一个候选人的强烈的这种喜好度。他们可能不会去批评某一个人，但他就是强烈的去表扬某个人，那就很显然他的立场是什么样的。我记得美国特朗普总统刚当选的那一周啊，我们教我的那些美国教授，大多数美国教授大家应该知道都是支持民主党的，非常的低落情绪。他们在课堂里，有一个教授甚至于自己写了一个信，在课堂的最后他说，同学们，昨天我们知道了选举的结果，我今天想写一封信读给大家。当然信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因为他是典型的支持民主党的，他肯定好像大致上就讲的是美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向往人类自由的国家，是欢迎世界各地的人的一个国家等等等等。那可见你可以谈论这些东西，你可以表达一些这个东西，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踩雷这个问题，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新入职场的外国员工，你想问当地人或者是其他的同辈，你想问他们政治上的话题合不合适，你有没有跟他们熟到了你可以不顾这个雷的危险的这个前提而去问他们啊，这第二个。第三个雷啊，我其实上期节目用上海话做的第一期节目我也提到，大家要注意语言的问题。因为呢我说的语言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个呢是关于大家用词啊，比如说你在当地是用英语的，你的词汇要小心，在职场中的词汇呢
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活的词汇，或者是你购物词，或者是跟同学相处的词汇。很多，当然很多同事现在都很放松聊天，但是你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随便带出一句平时讲的脏话，非常脏的话，那就对别人来讲呢，就对你的印象就大大的减分啊。这个当然在各地都是，你在中国你用中国话，你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职场，你进去你还不了解情况，你随便就出口成脏啊，骂什么都带一句脏字。除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塌糊涂的企业，大家都这样，或者是黑帮啊。一般正常企业你这样肯定印象不好啊。那在国外也是这样，你出口成脏，带一些可能平时在学校里这种英文单词啊，你说了说跟同学之间说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你在办公室就不能这样说，完全不能带这些脏字。这个我想大家这比较基本的。那么第二个语言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呢，我就讲，如果这个办公室你有一部分是你本国的同事，讲的是互相能够理解的母语，但是呢整个办公室呢还有很多的是外国人，而整个公司呢也是地处外国，那么大家绝对不能啊在跟本国同事讲话的时候用中文，即使你就和你他跟他你跟他一对一。我是这一想，这个雷啊很重要，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就很多同学就习惯于混中国圈子，比如啊我讲举个例子，如果你进一个职场，看到正好你周围有坐了三个中国人，你的老员工，而比如说还有其他国籍的或者是美国的讲英语的坐在那一边，那有的时候他们走了，你就剩下你和那三个中国人了，你是不是可以用中国人跟他们交流呢？在我说的是在办公场合啊，在办公的场合，我觉得这是要踩雷的。如果你这样讲习惯了，你改不过来，那么总有一天就会被同事来来往往撞到，或者是听到啊，或者是有同事在的话，你根本更加不可以。因为为什么这种用自己的母语来讲对话呢，显得你啊更加的做小圈子，给人的误会就是你在办公室呢好像你跟你本国的人特别亲热，你们有一个小圈子，讲的是自己的母语，你们对互相呢有一种拉拔提携，也就是我们讲的同乡老乡那种情节。但往往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很公正的，在国外往往在国外中国人是不帮中国人的，往往在国外都是靠自己拼搏的。但是你用随口说这种中文啊跟别人交流，就给人这种印象，那么别人自然就敬你而远之了，或者对你有不好的印象。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也是个雷啊，不要讲关于用本国母语啊跟就算是本国有本国的人在一起，也不要讲用英语讲，用大家共通的语言讲。当然私下里你周末了跟他出去玩，跟他私下里社交完全可以用本国语言讲，这没有任何的雷可以踩。我鼓励你们，如果你们喜欢就用，鼓励你们用自己喜欢的语言讲。但是在上班的时候，大家如果要做到 professional， 大家这个雷就不要去踩它。那么我讲的都是一些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听到过的事情，我自己琢磨过的事情。这些雷啊看似很平常，但如果可能不说的话，很多人就想不到。那么哪天如果犯了呢，可能也就没什么事就没什么事，但是如果一旦有正好是被人抓住把柄了，或者是正好是在一个节骨眼上，那可能就会造成自己的一些挫折。我希望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实用的信息。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回应一下上一个节目，就是我做的第一期啊，关于上海话做的一个节目，给网友反馈。那期节目呢，虽然做的确实是不是很好，我承认，因为第一期，那么选题也好，或者是讲的语音也好，语音语调也好，并没有那么的用功的精确，去把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弄得那么精确。所以呢，在播出去之后呢，收到留言呢，大致上来分成两批。我说的是在我推特账户上的留言啊。
第一呢，就是很多那个朋友们呢、啊，赞同我用上海话做节目，支持我，大部分来自于当然是说沪语的这个圈子，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我记得有个网友是来自于楚地，湖南的吧，还是湖北的，我都搞不清楚是代表湖南湖北。他说我来自楚地，虽然听不大懂，但是还是支持。这让我非常的感激啊，因为我做的字幕就是给这些观众看的，我并不是想讲一个用上海话做的节目仅仅限制于在上海圈子里，而是要给大家所有的人看的。这种鼓励和提携吧，或者是一些非常善意的评论呢，我这边真的是谢谢大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是恶意的，没有恶意啊，我说的是没有恶意的，是一种挑刺儿、抬杠型的。那么他们主要纠结于两点，第一点是纠结于我这个节目存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有一个人认为啊，上海话节目根本就不需要，只要每个讲上海话的人，因为我做节目初衷，我今天节目跟大家说是要挽救我们的上海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挽救我们的沪语。他说呢，你根本就不需要，为什么呢？只要每一个说沪语的人自己管好自己家里人，那么可能就自然而然的这个文明就拯救了，根本不需要用上海话来报新闻，用上海话来做一些这严肃的事情。那我觉得是非常不同意他的想法，因为我说过嘛，上海话已经很早很早开始已经娱乐化了，低端化低俗化了。我不是说滑稽戏和一些那个独角戏的泰斗，或者是讲上海市相声的那些泰斗们是把上海话引入歧途的人，因为他们非常伟大，娱乐了大众，保留了上海话的一部分文化。我在讲的是上海话缺失了用，相当于在媒体间的一个运用，缺失了相当于在高端行业中的运用，缺失了在职场上互相的运用，那就必然走向没落。因为现在已经在学校中已经没有运用了，以后就是连家庭中都没有运用。我们多少次在路上看到一个上海籍的爷爷奶奶用上海话在叫他的孙子孙女儿，而他的孙子孙女儿听得懂，回的都是普通话。他说，哎，你过来呀，小宝贝。小宝贝说，好的，可以呀，爷爷，对不对？他是用普通话回的，他听懂上海话，他不会说上海话，他不说上海话，情愿不说。而这些家庭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去纠正他们呢？你能跟老师冲突吗？你说你必须说上海话，你别听老师的。所以像这样的一档第一档节目，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第二种批评声来自于我语音语调的批评，他们纠结于我讲的上海话是不是标准上海话。我从小到大地地道道的市中心的徐汇区的上海人，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说我的上海话是不标准的上海话，他们居然说我上海话不标准，是不是可笑至极呢？我讲的这个节目的一个思想和哲理，我把它说成哲理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大堆这种 philosophy， 他们不去讨论，不去关心，可笑至极的去盯住一个那么小的一个语音语调，就这么差一点点的语音语调，好像一定要讲成宁波腔而不要讲成苏北腔。你说上海人，如果所有的上海人都像他们一样去盯着这些小节，盯着这些小事儿，格局就那么小，就家里的那个米缸，而不去关心这个世界，不去关心这个世界大事，不去关心这个国家的大事，那你就失势了嘛，就没有前途了嘛，所以这是不可取的。当然了，最后和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啊、聊天呢、很多人呢，他们都表现出了至少在一点上同意我，就是确实这个文化是在危急的关头，他们也很痛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一起努力吧，看看我能不能坚持下来，看看我们沪语的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